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米。好奇怪啊，好干呢、喔。好啦，今天找露米来呢，是要来打中介喽。今天是原味生存。我是陈峰，我是陈峰，我是陈峰，耶耶耶！我要来拆一个他家。咦、啊？你嘿嘿嘿嘿。你说说看，我会拿什么东西呢？快看看我。那你觉得这个呢？欸嘿，不要！不要！露米，陈峰姐姐，我有福德了。妈呀，这个人来拆家了！我有福德了，小屁孩到你家。紫色又有什么宝环在里面？要去哪里玩呢？嘿嘿，你要带我去，你要带我去哪里玩？好啦，我们直接前往目的地好不好？好，小凤姐姐走。那脏笔的声音。底下有脏笔，还有毒猪猪。我射爆你！哎，我射爆你！哎呦，行，是我身外砖哦，那么多。行，我就包搭着。你可以下去擦。真的有身外砖吧？为什么那么多啦？你可以下去擦火把。我没有想要下去的意思，而且有僵尸村民哎、欸。哦，帅气哦！好多经验哦，你不下去吗？不要，不，那我们放水让他们上来好了。我只是想跟他们握握手手。那我可以让你下去跟他们握握手。我不要下去握手手，你不要过来我脚、哦。啊！看，不要，你走前面。啊，什么东西没有？走啦！啊，一起啦！三、一，跳！哎，那你看到龙嘞？对啊，为什么一进来就有龙龙？哇，龙龙在那里！跟龙龙一起玩，姐姐快一点！那你来电，咬你哦！不要！你被龙龙打下来了。没事。行，看我的文件。哎、欸，我又被打了。哦吼，崩嘎！不，我死了！别 ！No！哦，我差点死翘翘！哎呦，我的水啦！你死了吗？你死掉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这么的刺激，行，可以，哪里？啊，龙龙嘞？龙龙生气气，龙龙不要生气气，乖，不要生气气。你这样打他没有什么用吧？看我的剑，你不要偷偷回血，讨厌。龙龙，看剑，打个球，可怕！我看一下，我还有哪个地方打得到？啊？我在上面打看看。上面打其实……我目睹了凶杀现场，很棒！我看到你掉下来了呢。我还没死，很帅，很行，很可以。吃进苹果。我想要水。没关系，行。这里有个，我帮你藏了两只哦。这里有小平台。为什么连龙龙都过来了？断剑齐飞！看我射歪歪！哇！哎呦，惨了！紫色的药伞，我的药水快没了。咻！要到中间喽！咻！到他屁股！咻！哎呀，怎么走了？好哦，彪！怎么都没射到啊？
我被追了。biu， 哎，你很会躲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靠近一点。哎呦，不错，罗米，你这边有很多东西啊。哦，对啊，我就只是闪。罗米去安德生气气哦。哦，没关系，他不是对我生气气，他是对你生气气。为什么一直对我打龙骑啊？因为喜欢你。救命！我不喜欢你。嗯，能不能过来一点？我看不见。来了来了！丢！好吧，哎哎，为什么都来打我？嘿，嘿，我都会有剑，为什么不用剑呢？对对对对，来亲亲，来波波，来看脸看脸，哎，为什么？我只是想，我只是想要跟他亲亲一下而已，可惜，开始了开始了，好难过，我要最后一下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给你啦给你啦，都给你啦，哼，哎哎，你后面有安德，你后面有安德，哦，我不喜欢跟你亲亲，看我喂你吃金苹果，哎，你了呢？吃金苹果，金燕子。怎么越来越多来吃金苹果了？我要跟安德一起进去，安德，我们一起手牵手进去，安德。你敲他一下，他就会跟你一起进去。安德，走，走，你要安德。他没跟你进去。耶，露米在哪里？我在你心里。耶，要干嘛？干嘛？要回去吗？要去哪里？我们可以回家，有快速道路哦。我要走高速公路，我要搭喷射火箭。好，过来啊！我要抢你的翘刺。来，我们走快速道路回家。来，踩压力吧。哎，可恶！哎呀，本来把你的门封住的，可恶。失败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来拿着你的脑袋。拿我脑袋干什么？给你用的告示牌。你拿我的脑袋干什么？你不要你的脑袋吗？我这么聪明，可爱。这么可爱，来给你告示牌。我。哎，好痛！喂，我不是要射的主人啊！救命啊！哇！哎、欸，吃肉肉，吃肉肉，吃肉肉，好。不吃肉肉会找不到哦。来，找一个你喜欢的角落，放上你的脑袋，跟你要说的话。行，我要躲在角落，我要当角落生物。好啦。嘿，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感谢直播的的。带我去打龙龙。耶！忘记拿东西了。拿什么？我去拿一下东西。你不要拿打火机。哎呀！被发现了！被发现了我的企图！不可以！不可以！不可以！可我要阻挠你。好了，那我到处种甘蔗好了。我们重启生存就到这边做完结啦！为什么连个完结都可以那么困难？好啦，那么我是露米，我是小风，我们不会再见，拜拜拜拜，耶！不要有一群狗来打你啊！快逃啊！